吃粑粑也能回血。先吃后看是好习惯。今天酱子给各位盘点一下知名游戏中那些让人觉得脑坑的设定。在游戏饥荒中的树人沃姆伍德，这名角色如果受伤了，他首先要寻找的道具竟然是此时给自己施肥的话，就可以完美的补充生命值。掏粑粑的时候还会有精神增益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，人家的设定就是植物，啊，人家这么做很合理呀。那我就说，植物咱能不能浇浇水、吃吃花什么的吗？热血小可爱，不管你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受了多大的伤，只要你回家，满血满魔，原地复活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哎，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游戏跟刚刚那个沃姆伍德两人进行一波联动，一边啊，然后你一边啊。永久回血。说到游戏中最垃圾的枪，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 Win94。 但是 Win94 在今天要介绍的这把枪面前可以说是暗淡无光，一文不值，狗屁不是。它就是战地五中人见人爱的左轮手枪啊，是这个样子。枪管靠后的设计，这把一生只能用一次的枪，一枪就了结了一生，保证你在与敌人交火的时候永远让敌人抢不到你的人头，走敌人的路，让敌人无路可走。评论说一说你还见过什么游戏里诡异的设定，记得关注